在我印象中，我只记得我爸妈和我哥和我，我就是只知道家有四口。当时根本就气，因为他等我找一下饭，一下也没得人，在道里找，找是找过这件事。失踪之后，他家里非常的痛苦，在他的妈妈，两年之后呢也去世了。在之后，他父亲一直没有放弃。当初呢，就是被一个人贩子拐走的，特别衷心的感谢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